三波人要用要做要有力钓鱼台海面大英专销印哎呦哎呦啊这是台湾这是全世界上更的更全世界上更的更这两年演出的很多，然后包含就是今年也很多国外的演出。那我们就想要在我们发下一张专辑之前，就是把我们就是这两年感受到的、学会的，在这一场演出发挥出来。像我们去那个爱滋的这个圣道市场演出，那因为看到他们，其实策展概念非常的有趣，就是他除了这个音乐节之外，他对于整个事情。故乡一直是真侪人，无论离开了偌远、偌久，游玩历史野望的所在。可能梦想必须出外追寻，但是勇气却是来自那片土地的温暖气息啊！嘿，就是咱的军。今日来了两位人客，黄祖轩甲江江。黄祖轩是山平块的主唱，故乡。是山山的心得，江江是拍摄少年的主唱，故乡是海山的台中大家。虽然两个人来自完全无同气味的所在，但是因的音乐创作拢是以军为底，写出了这个世代成长的点滴，甲对土地的关怀。你即卖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全世界。上光的光，我是流氓阿德。
我是张江，我是拍摄少年，我是黄祖生，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去年的12月底发行了新专辑，叫做《上香》。上香，像我们做音乐哈，做每一张专辑，我是有啊，我唔单别人有，都是专辑，它有一个概念，就在这张整张专辑大方向一共三回啊，比如讲十首歌的每一个小小的那个概念，然后促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在讲这张上香专辑来的有这个部分无？这张加顶一张专辑应该是差四档啊。好，虽然你以前的作品去得到两届金曲奖，这张专辑加以前的专辑有啥咪会无同的？比如讲合作的卡斯加伊的乐风。上香这张专辑哦，是我们从那个回家的路啊，到异乡人，到这一张上香，我觉得我们自己给它定调说叫回家三部曲啊，就是一个系列哈，一个系列、啊。可是很多人都想说三部曲好像就是一个终章，终结最后一章，可是其实不一定嘛，星际大战也会四五六啊，所以现在就是概念性很多可以讨论的、不过最主要的就是像我们当初为什么叫上香这个词是跟下乡有关。就作为政治人物，因来新店的时阵，我看电视的时阵，伊拢讲我要下乡。然后后来我就感觉说，像我一个已经在乡村已经待那么久的人，就是如果在地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他看到人家讲下乡这件事情，好像你上我下，所以我想要说，我这张专辑，我这张专辑想要讲乡村的三件代志嘛，乡村的寂寞，然后乡村音乐。够些是返乡青年，就是我本人啊呢，所以我觉得那啥东西返乡青年呢、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谐音很有趣嘛，比如说上乡，人家听到好像刚刚讲拜拜，但是如果你用字面上，有时候大家想起来像熊胖啊，对，上乡，还有那个客家话讲双雄也是双雄，它也是一样是拜拜的意思，所以我想把这个字面上意义去赋予它不一样的面向。你头先讲的是一个 title， 它跟其他的专辑有什么不相关？人总是要进步的，人会老啊。本来回家的路是一个离乡背景的年轻人的感觉嘛，然后异乡人在讲更进一步的讲关于客家还有异乡人的这些思乡的情怀。这张专辑是我觉得我讲说它是一个后返乡，后返乡就是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说返乡返乡啊，返乡青年返乡以后你到底要干嘛？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件事情是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在专辑的第一首歌叫乡村老弟嘛，乡村楼太、其实我想讲的是乡村的寂寞，比如说我中间有写了一些几个关键的字，比如说应为西莫熊转萝卜撒酱转转萝卜喊那西莫，就是本来因为寂寞想回老家，没有想到回去更寂寞，更寂寞的更有这种感觉过吗？啊对啊，我觉得可能在我常常在乡村的时候看那个开小发财车的那个长辈啊、前辈，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这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家乡啊，就是因为去乡村的时阵看到就做老兄弟，老兄弟，老兄弟也是时代啦，时代啦，时代、我就觉得他们很寂寞啦，因为我觉得如果你长辈不在了，然后年轻人又都去拢去瓦靠怕边啊，我觉得那个寂寞感很重，所以我想写这样的感觉。然后比如说我中间有一些讽刺的话嘛，比如说父母不在了，你讲公客为不讲嘛，不要紧啊，就是有点讽刺，因为没有人跟你对话了。然后还有像中间有几个，我都是我自己在乡村观察而来的。和年和月的工作，和年和月就是一个听起来就像山歌的。诶，歌，但是是我自己写的，是对你写三回，是很色的歌，啊、对，很色的歌，你有感觉吗？最柔软的山，对，在你身上嘛，对，啊、对吧？我是写给普世价值的对象，没有山歌本来都很色啊。对，我知道客家人啦、啊，因为因当初离的靖州的时阵、男跟女在隔着很远的山，然后他们唱山歌的时候，其实是有挑逗性的，对，有点调情啦、山歌就是它的有很多修辞法是借代、隐喻。那我觉得就嘴狼猛蛙下面叫做客家歌，我觉得我常为这个定义，就是说要是没有无讲客话的歌，安那会听起来的就像客家歌。我觉得山歌哦，山歌它里面的很多元素，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取材的，比如说唱腔，客家人讲究那个纤声，就是拉尾音那个，然后修辞的借代。所以以前我看过很多客家的那个老古情歌啊，这首歌本来叫情歌啦，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写给一个你思慕的对象，但是他把它心态所有的部分变作风景。
变成风景，然后来去唱这样的思慕之情，全部都是借贷。但是仔细去读歌词，就觉得哦，好害羞呀。嗯，那你直直讲这个歌曲的部分啊。第二，我是要问你讲，比如讲你一届卡斯，一届卡斯嘛是足侪我欣赏的音乐人啊，就参像拍戏少年啊，啊，搁有宝普。啊，还有我去马来西亚，嘿，沙贝琴的国宝 Macy Wing Out 叫，然后还有像大主演，嗯，然后还有一些乐手是这次合作的，像刘涵啊，嗯，然后耀宇啊，还有那个我的乡村老弟的小提琴，还是一个，他们是弦乐的保管，对，弦乐，菲律宾的一个乐手帮忙拉的。第二就是讲，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做同样子的音乐的话，也很无趣啊！哈，像黄子轩这张来的，我常常听过嘛。嗯，过来感觉讲哦，你这张来的做了很多的改变，尤其在乐风，嗯，可以讲一下。其实，在以前哦，那《异乡人》跟《回家的路》，那时候我们还是定调比较民谣一点，而且很小的小民谣。对，嗯，但是这张我是刚刚我乐团的乐手们哦，像小 Q 啊、小头啦、邱群啊，因参与嘿编曲的部分最加较多。像邱群啊，邱群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吉他英雄。对，我看过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现在还是很小啊。他现在多小？大学四年级。对，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读高中高三。对对对，嗯，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他很投入。我觉得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说他是湘北不安的因素，樱木花道这样子。對對對，这个团队里面有他，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很才华丰富的一面，但是我们就常常要阴暗不堪的一面。对，也不阴暗嘛，就很恐腔的一面。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的是在这张专辑让团员的才华能够在这边发挥，然后让大家能够听到他们在编曲的成长啦。其实他们是有，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几年我看他们，虽然我自己也是年轻人啦，跟他们都平辈，但是我看他们的成长是有蛮大的进步啦。那都是亦师亦友啦。对啊，啊，对，我就是开心最老实的。但是我大部分啦，我是因为我今年我就是说定调，我说我要做乡村嘛，所以我把很多的曲式我都拉回到乡村，但是因为我们乐团还是比较多都是摇滚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大体上就是乡村摇滚，然后一部分的民谣，反正以前民谣很多，这张的民谣成分变比较小一点点。爱上过。
刚才讲到核联合约哈，其中有一条挂科就是 hotel， 冇是 hotel 啊 ，hotel hotel 听起来客位尴尬卡当，因为 hotel 人家也就是说看到 hotel 这字，他就说哦，你上课语那应该是 hotel， 我说 no 是 hotel。Hotel， 这条歌较特别的是，你去找拍戏少年，你甲拍戏少年合作啊，但是你去找伊，还是伊来找？为什么要去找伊呢？其实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想构思一首歌，是要讲一个像阮安尼少年人啊，三更半暝出去佚佗啊，然后出去玩，然后狂欢的感觉。我要用客语去写，我要把一些在跟他台语马赫。勾引马赫他们那种就是暗喜被击灰绿耶，暗喜被灰绿的那种感觉，或是流行用语，我要用客语字把它写进去。然后我想要让年轻人他们也能够去了解这些字的用法。那我那时候就挖了一个框，那个框就是连挖几勒西唱台语的少年人。但是我本来想的就是德哥，流氓阿德德哥。为什么是想的是我啊？我就想说立马少年人，但是其实你对我来说又是长辈，我就先放弃了这个念头。然后我就想啊，我们那一阵子刚好去那个小豆岛音乐节，然后就跟拍戏他们有聊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顺势我就问江江啊，然后他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里面做一个合作这样子？对啊，所以后来也就我的梦想就成真了。这样江江你讲着。在做这首歌的时候，编曲是你们还是全部一起编？编曲是子轩编的，那你就干脆拒绝算了。但是我们真的做了很大调整我那时候就是到最后，你应该会有加入拍摄笑脸他们自己的那种样子啊。有，其实应该是阮吉他是维尼弹啊，我就是唱子轩写的那部分啊。我就迄个去小豆岛表演啊，拄啊好子轩伊毛去，啊就迄暗怎小酒啉酒安尼，啊就讲讲伊要做出新的唱片，啊感觉嘛，因为是阮第一届去用邀请来做别人的唱片，所以讲加触鼻，这是第一届吗？第一届，就是感觉这届就触鼻啊。其实我嘛是算嘛客人啊，啊你客人啊，我阿公是客人啊，就客人，客人，客人，人那嘛无听，无听，客人，对，啊，不过我完全都没人讲，所以这届应该是因为这届合音嘛有唱一挂，还是阮第一届唱客语的歌啊呢，对，加触鼻，加触鼻，对。伊嘛有唱啊，伊即摆嘛有唱啊，和声的时阵，伊嘛是做伙 hotel 啊。对，嘛有唱对。K 位伊嘛有唱。这条歌可能是内底上派的一条歌。对啊，对不？派谢少年，派谢少年。你台中人？嘿，我台中。台中多位啊？大家，大家哈。海山的，新店，新店，新店。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讲你是客家人，但是你为什么用台语？无应该是讲，阮是客人，啊，毋过阿公就早的搬离开啊，对，所以讲细汉时候，连阮爸爸嘛袂晓讲，对，嘿，啊，毋过其实刚刚这种物件就特别是，虽然你袂晓讲，啊，毋过细汉时阵食的物件拢是客人啊的菜安尼。家是客人，但是讲话已经拢无啊，对，阿嬷是迄种诶讲台语诶，对，阿公嘛讲台语，袂甲阮讲客人话，对。啊，子轩，我知影你是恁兜有客人熬迄个，阮爸爸是河洛人啊，对，所以我其实即马讲台语安尼袂认真，就对不起阮阿嬷啊，但是无啊，多啊讲客话诶时间较侪啊。为什么？为虾米要选择所谓家己诶母语这项来做创作？来讲讲你先讲，因为其实我知啊，您的歌较早是填迄个英文的歌词啦，哈。上较早是迄高丽的时阵，加填台语词嘛。对，因为一开始是维尼在唱，告别我嘛，家己咧写歌，啊写来怎唱台语歌呢？对，啊结果第一首写了以后，大家感觉这个 key 比就对了，所以就安尼继续落去安尼，对。所以恁。拍摄少年到这阵出几张唱片啊？两张唱片啊，是不是还有新的你？嘿，对，丢币，对，打算当时要发，希望今年会使发，对，今麦咧准备，嘿，咧写歌啦。母语创作对你来讲有啥物感想甲领悟？我最近去看一部戏剧啊，德哥毛奇，就是台湾有个好莱坞，我咧看的时阵其实。因为来对用的台语有一句我是没听过的比较优美的词我刚刚平常时其实大家在开讲的时候没用起来我打个岔但平常时你开讲的时候是很口语的所以久没说大家都不会晓
对哦，但是啊，刚好我的台语歌，我会去找很多优美的台语词下去写，我干嘛下出来就碎呀？不会让他觉得说啊，台语歌就是怂，就是直接。对对对，无我感觉是讲，因为今麦咧写歌的时阵较困难的是讲有使用这种的靠气质的给压力，对。啊，我感觉这是今麦咧做家己台语的歌的时阵的一个应该讲一个课题啦，对对，功课啦，对啊。啊，你要怎安怎去完成这个功课？其实就是可能爱给看，因为今嘛有公视台语台，我今嘛拢就定在看，对啊，爱在用较水的字安呢，对啊，出。啊，我会觉得说有很多词汇实在是足水的，但是咱因为太久无去使用，拢未记的。对啊，连刚你找出来写出来的时候，你家己的感动啊，甲老板师讲啊，原来这句话是安尼讲的。对对对，真的，真是的。哎，之前我咧讲一件代志，什么？我咧看你的这届歌词的时阵，我感觉这届歌词甲较早以往你写的歌词拢无同，啊是好的无同，啊是你更上，你知道？更老了？不是老了，不是一个境界，真的吗？我觉得那个是好的，就是没有那写歌有当中啊，会想要去刻意的要去对句啊，要去对仗啊，要去押韵啊，然后会变得坦白讲，看起来有点卡卡的，就是哇，这种样有，这个看起来硬要安怎都安怎。但是我觉得你这次尤其是传统的东西啊，比如说山歌啊，以前我在看客家歌曲，已经到流行歌曲啊，我也是感觉说，客家歌它有一些跨不出去的障碍，可是等到我回来看，比如说你啊，罗斯龙堂，我就觉得他已经哇，往前好大一步啊，但是这届我你看你的歌词的时候，哇，会觉得说，哇，你的歌词真的又往上更上一层，哇，听到德哥讲，真的那已经不是刻意说我一定爱为了要写一条歌去安怎读安怎，是可以在你的歌词里面看到说，哇，这个歌词，自由自在，但是它又非常丰富。祭拜五节最花是因为其实对我们这辈的年轻人来说，其实用母语的完全思考其实有点辛苦，所以我这次的做法是，我以前会用客语思考开始写词，可是其实我的内容没有那么多，我就干脆想把我想写的话用散文的方法先写下来，然后我去反复咀嚼这些文字，再把它变成歌。那关于像像这摆其实听起来像山歌山歌的歌，其实我的做法是，其实我没有完全没有用任何一个山歌的曲调去写，而是其实那些曲调都是新创作出来的，那个是我觉得我要把内化变成我的东西，再写，就是我觉得这个件事，我常跟他讲说，客家流行歌跟传统歌，它中间有一个断层，我现在就是要想把那个断层补起来，我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走，才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你走暗，找我所在，找我所在。
讲到这哈，我就想着拍摄笑脸。拍戏笑脸在前几张的专辑，其实如果以一个基本教育派的台语来看，其实他们是导音很多的。对对对，像我这种是属于开明派啊，也就是说，我如果每个字都要按照台语的，因为台语有八个音，按照它的音下去写曲的话，我觉得那只是浪费台语的发展啊。对台语歌谣其实无讲有介好处。嗯，所以我在写《文丽湖》或者是《摩洛卡小》那张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很清楚的不想要被绑死。嗯，我想要去让台语的歌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做法。但是你要做到一个最好的点的是讲，当我可以不按照那个所谓的不导音的那个路走的时候，其实我是还是有，就是说我可以有六成哈或四成是在这里面，但是有几成是可以容许哇导这样小音。我自己听德哥的作品，我是很有感觉是，是尤其是我觉得德哥的那个这一张得到金曲奖大力肯定的作品，也是我自己里面学习很多。因为我觉得德哥很多的文字啊，跟社会这个文字内容不会是只有传统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在讲公台语，我们都用通俗的方法，可是你的确用了很多是现代人的白话，会讲文藻优美的字去可以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让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请问最 K 为瓜马西安呢，就是我们懂得那个通俗的文字很有就无憾啊，就很有限。所以我们要怎么把我们现在这个普世整个社会对于文藻优美的词变成我们母语可以使用，可是又不会是刻意使用，我觉得那个这件事情很难。但是我的学习就是我会翻很多这些字典去看看比对一下这样子。江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无，阮咧做第二张唱片的时阵，就已经有找小豪老师，想讲要来，好神，对，想讲要来拜托伊来瞧一下，雕一下咧。对对对，佮佮伊讲，伊是讲，因为台语咧唱嘛，有上下文，就是讲你那是伫内底，你听有，咱现代的人听有，莫感觉伤夸张，伊就感觉讲安尼会过，伊希望讲大家尽量用安尼，对。啊，毋过阮嘛是一直有咧注意，对。第一张甲第二张应该是有变好，一束啊啦，对对对啊！即马咧做第三张唱片嘛是咧，有咧做功课安尼，对，希望都是尽量减少抖音呐。对，但是有当阵你去拄着一个问题，我以前嘛问起郑丽龙讲，因为伊那开始咧写第一歌，啊，今日你若一个 melody 去拄着你的歌词，你要取舍一个，就是说，当你歌词套下去的时候，哇，是啊，抖音，你再怎么转又觉得不好听，这个时候你要保留的是哪一个？你歌词也不想改，melody 也不想改，但是它是两个合起来才是最好的状态，阿贝安嘛，对，他也陷入思考，他说我会选择保留那个 melody， 你的戏啊，是抖音啊，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如果一部分可以吧，对对对，然后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方式让它改善，比如说附点音符啊、滑音啊、装饰音啊，可以让它这个部分稍微改善。可是有时候很多歌叫嘴瓜，就是这个音我就是要到这个点，如果经过滑音、经过修饰音，它就落掉了，你知道，而且会变油。我都不爱使用，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都是咱靠咱的本事啊，就是好好的去充实自己的内涵。就像那个江江讨论啊，讲的讲台语到底有多少词汇可以用，去把它找出来。我也有在用台语的字典，对，我刚刚台语的字典最高比，这样会不会伤害到别人？都做的比客语的字典线上字典好，因为我觉得台语字典它搜寻的那个字出现的几率很高，就是有些字它是很冷门的，他都找得到那个对应的句子。可是客家话可能是你第一个字不对，他整句都找不到，所以我们都要一直用猜的，打一个字，然后开始浏览。那我觉得这些工具，我是觉得台语字典最高兴就好了。我顶盖哈，跟那个老师啊，哪德杰老师、子轩老师啊，下面老师，有讲到那个理想性啊，所以你今麦吉亚做好诶。什么旗啊？你的旗子插在新竹，你们喜欢哦？插旗，三国志这样吗？对对对，宣字旗，宣字旗。恁三个拢是外地来了哈，台中新竹金门，来聊聊自己的家乡好了。江江，是，你对你的故乡吗？故乡，因为我咧听恁的海口味啊，加专辑，我感觉你对故乡有足深的情感。是，那你怎样看台中呢？安怎看台中？随便聊啦。哦，台中，你的家乡有没有带给你在创作上讲一挂养分？其实我咧写海口味的时阵，确定想到的是，因为我是阿妈
超大汉的、嗯、啊，因为厝的住伫离海边足近的所在啊。伊是迄时阵，就是国校下课的时阵，阿妈拢会带我去海边啊佚佗。阿妈就厉害，伊拢免看迄个潮汐表，伊用算的就算会出来啊。唔是恁阿妈哩，迄大家阿妈拢足厉害。就是讲，听讲拢无看什么物件，阿妈无读册啊，对啊，系啊，啊对，伊就算算的拢哦。今日安尼下课多好，会使去。也吹鬼哈，是嘿。也吹吹啊，去掠毛黑什么拢啊就是阿妈去，所以其实咧写这张唱片的时阵。我想的就是我小孩的时阵，即个阿妈咧听的歌，我就想讲，我要做一张唱片是阿妈嘛听有诶，对。迄、嗯嗯嗯、时阵就是想要做这件代志。啊，海口味这个名嘛，接触袂起，念起来是一种 Q 嘛，是一个气味安尼、嗯嗯。我感觉这个词是应该是台语叫法度去表现的这种感觉。嗯嗯嗯、啊，子轩俩。你对你故乡的感情就亲嘞，我今麦拢搬，亲跟我比较亲，我今麦规个拢搬回去啊！啊，对啦，对啦，哎呀，这是我今麦阮全家拢回去啊，因为阮爸爸因七代拢在新店嘛，嗯，啊，今麦就是因为我在台北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嘛，嗯，啊，就感觉有囡仔可能会使带囡仔回去啊，啊，和伊甲我的故乡有较亲的连结啊，嘛是啊，我觉得很多我回去以后感觉不一样。我昨天跟我的国中同学见面，12年没有见面、嗯，我们就一直在看以前国中的那个同学毕业纪念册，说、嗯、哎、欸，现在这个女生是不是有变漂亮？就一直去找她的 Facebook 这样、嗯嗯、啊。可是聚在一起就是共同的，你知道？我后来突然感觉，就是因为阮是有离开故乡的人，你回去故乡，甲祖孙很拢住在故乡的人，因为感觉是无同的、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的角度是，我觉得我常跟人家分享，离开家乡，你就更清楚看到家乡的轮廓。嗯嗯啊，那个轮廓就是会让你很清楚你喜欢家乡什么，讨厌家乡什么，全部都是爱就太虚假了。冬莲，就像我现在离开台北，就觉得台北好可爱哦，很喜欢回来台北那个逛街这样子。嗯嗯、所以对我来讲，我今嘛等于够凶，我是感觉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人生的再一个成长。就算我这么老了，我还是要再成长，因为我现在回去认识的很多东西都跟我以前不一样。狼马西伯刚啊，啊，我昨天跟我同学他们一见面，他们讲的都在跟我讲理财，以前都在讲把妹啊、去得去得啊，现在没有都在讲理财啊。为什么没有人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乡弄得更好？没有，他们已经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做的，他们就不想讲。但也有人会这样子做啊。全部都是少年人开始想到这些事情、嗯、所以我当拄到较侪是少年人的最社造社区营造的事情、嗯嗯、然后他们也会希望好奇我以前家乡留下来的老相片、嗯、因为阮阿公较早就爱翕相、嗯、所以我们家以前就很多老相机跟老照片、嗯、然后他们都想把这些做文史的串联。对我来说回去家乡，现在我也是一个在学习的阶段，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回去以后会有不同的变化。江有没有要补充？其实我有回来家的住差不多的点么一档，哎，啊，就是因为爸爸身体不好，嗯、对。啊，不过因为我刚刚要做唱片，嘛是爱加团员到顶，对、嗯，所以其实想要登起，啊，不过嘛是有困难呐、啊嗯，就是要一定爱选一条路来行。但是你们专辑内底有写足侪关于故乡的歌，对，哈、哦，是啊。所以像咱这款人，我金门人嘛，我要登起我困难。嗯三十度的天时，那宽度佛茶当个调是咋都爱的魔光。唔能讲，自从有了梦想途，现在莫去飞，在天窗前头创造。因为是我想转落魄，咋讲转落魄还那什么？一切在转老处飘飘通透，那三年岁。看呀，我听着，落太矮是太凉，总难。天生怒汉千万把，甲别人差，就像相依。算，还有说。
要爱的水果茶，离开这家归途无想大的地方，也爱无彩的梦妈不长的魔杖，喊你双手陪爱向下过，两地四春天堂的味道，空中的空气老童年的回忆，两个色差可是个锁，是谁都一把离开两地。一起在这老街飘飘通通，落太爱是带了总难，天生怒讲对故乡的爱，像咱都是写歌表达的、嗯。我回去是安那会在，我看了阮一挂人，尤其是老人，觉得发大财、建设、积攒财气，都是把所有的旧的物件拢卖啊，阿要起大楼，阿要起商场，伊讲安尼叫建造、嗯。但是对我来讲，唔、是啊，我思想跟伊无讲，太侪少年人回去金门要做的事。抢救老传统，其实我觉得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喜欢建设的人跟我们都做一样事。其实人都是需要建设、嗯，可是其实他们想的是物质上的建设、嗯，可是我们想的是心灵上的建设。嗯，所以心灵上的建设，他回去做的做法就不是实质的建设，是在就是回去抢救那些过去的历史、嗯，了解我们自己的土地。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建设，因为毕竟人都是希望越来越好嘛。好啦，讲了等下唱片本身啦、嗯、你这届总是有宣传吧？啊，宣传有啊，今、嗯、我的最重要的一站。嗯，但是阮嘛是有去外口加买唱片的人，我们这次也是有要去现场的演出，售票的演出、嗯，然后当然也是欢迎有买唱片的朋友来跟我们见面，加油打气，来告诉我们这次做的多好这样子。嗯、我应该也是讲说，我是看着子萱长大的啦。虽然前几张我是真的没有在台湾参与，可是回到台北来以后，真的还是很有缘分，我们常常碰到，常碰面了、啊，对啊。然后这张专辑编曲那一些，我觉得让更专业的人去讲了哈。那个去跟人一般大众讲，他们其实拿听了，然后就感慨、嗯，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是听不是那么的懂。但是我觉得我刚刚在讲说那个歌词啊，那个好不是说咬文嚼字，不是华丽的词句堆砌起来以后，嗯，它真的是一个啊，你看了你就知道，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把歌词进化的这么好？哎呦，你这样讲，我真是心花开，我哎、心花开，啊，这条歌心瓜嘛，啊，所以是几号啦？啊，几号要去演？二月十四号，你到位啦？在海边的卡夫卡，哎、海边的卡夫卡，台语安怎讲？海边的卡夫卡。哦，我迄天去上课的节目嘛是上半讲回顺的卡夫卡。我因为迄个卡夫卡伊是作家嘛，伊是外来的、卡夫卡，无法度啦。江江，你们还有一个活动哎？对，我们办一个音乐季，山盟海誓，嘿，山盟海誓，李维贝和蝶台北，台北都有。维园虎山，蝶应该上永春站附近，对，一个户外。嗯，中岛差不多十二点那时阵就开始啊。这个音乐季到底是怎样开始啊？
应该是讲，其实阮想要办家己的专场，啊，唔过想要办伫外口安尼啊，对，无想要伫市内，啊，唔过办办的就讲啊，舞台都已经要请，啊，人都要请了，不咯，我个要，对，弄一个趣味的，算大 party 啊，啊，结果愈办愈大，对，今年是第二届，无第一届呢，哦，第一届办试看卖，卡斯嘛就大诶，我有看到，哎，江江你几岁啊？我34岁，啊你？我37岁。拢是三字头啊！啊，你算几档啊？我应该是12档啊吧。12档你十五档，15档差不多。12档15档，江江啊一样嘛，斜杠青年，你嘛是一边你夹头咯，一边你做音乐嘛哈。对。对你来讲，你感觉做音乐有快乐无？啊，足快乐个啊！对啊，有艰苦的所在。应该是，其实我刚刚常常拢会去问这个问题，不过我刚刚是啊，你无做这件代志，都唔知要做什么代志。主要讲。探家以外，你得就想要做音乐的。我感觉这件代志，感觉无什么痛苦嘛，无什么快乐，就是我就想要一直做落去。探家以外嘛，爱爽。对。好、哦，这是你的。最近我邻居都讲过，的科聊的大哥讲，人生的两行代志，一个就是探钱，无就是探爽，爱看你要探多一行安尼、对了。我做音乐，我做到最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拢搞我的痛苦表现甲音乐来对啊，所以我做到最痛苦，但是做出来就最快乐的啊。就成果发表出来以后就很快乐，有知音像德哥刚刚给我那么鼓励，今天就很好睡。不是鼓励的，给你表白。表白。我这人哈，我对文字的敏感度，没有，因为我对文字很讲究，就是我一看那个文字，我大概我都知道讲，这些歌词到底是怎么写出来？你放在哪里？你怎么去写它？描述它？那你有更加新的那些词汇去写的时阵，你会感觉这条歌的质感都无同啊。客位嘛是同款啊，像讲客位本来嘛是写足多啊，双梦达标，就是努力奋斗，刚强精神哦，应景精神，太多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的做音乐的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嘛。今天就像我小时候听，可能听德哥写《强强棍》，那听到这样的歌，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觉得这个词的开拓性是够的。在那时候，我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写，它就会让我以后可以使用这个。可是如果你一直去重复别人的东西，你没有开拓新的，未来的人他就不会有新的词可以学习。像我小时候的时候，我都听过吧，所以我才想做母语的音乐，是因为伍佰。然后我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己一直写，我不会写歌，我就一直写文字。那我觉得那种感觉，那种影响都是来自前辈写下来的文字，让我们到现在还可以继续使用。对，所以在做音乐嘛，我感觉较早的时候，当然有前辈让我们学习是最好，所以我们要超越他，你知道。但是做到到一个坎站，你要超越的人就是自己，怎么超越这一张，我的一张跟这张一定要不一样，那哪个部分不一样，有可能只有很细微的也是可以啦，但是就是要不断的去突破的自己。好，那我今天节目到最后了，好，你两个人选一条歌，就是比较能代表您这做音乐做到这阵，还是就是几十年来的心情的话。我想要推荐拍戏少年的歌。好的，讲因为我觉得那首歌实在太能，我每次都跟江江说问港铁、就做音乐，因为我以前发条人的时候，因拍戏少年嘛是多开心嘛，对，我说，然后我们就最近就有一个感想说，齁，到我们这个年纪还在做音乐的，有时候人身边人都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首歌真的是你自己讲好了啦、真的太感动我了，都一条了，就是兄弟无忘不应该。这条歌到底是你讲啥？这条歌就是因为我在做这张唱片的时阵，我们是离时在上班啊，暗时去练团。我是感觉应该是讲写好大概，就是讲你不一定干来在做一项代志，干来会使赚钱，你嘛在做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啊，这个梦其实可能就小，啊，不过嘛是使大家去拍拼，去可以完成安尼，就是叫兄弟无梦不应该。这样听一听，我又改变心意，我想听另外一首歌。他这样讲一讲，反正什么都好。我喜欢听那个苏牙坑几遍。为什么？因为就反正做音乐就没有苏梅啊。我先帮我自己先消毒，我不希望我今年进去讲苏啊。你修修哼哎，我都不要理他，我要听那个啦。那个好，今天节目感谢两位来就我的节目啊，希望耍落来伊的新专辑都要发嘛，啊，恁的新专辑也差不多被发出来，祝福恁东真顺利，谢谢来上节目，感谢，谢谢德哥，拜拜，拜拜。
管是山线海线，拢是连接人甲土地的线。今日感谢你的收听，那下礼拜再会。